大爷催你，来点仙人指路，跟马混将。你胖，猪胖。下什么？别说了，不睡迟了。进来出去，继续进。哎呀，说进去那么近呢、啊？对。哎，吃了。下将军，下不下？上下啊，黑炮进上吗？上来出去上骑兵大军，平炮进，进军，小马踩炮，哼哼，想踩我的炮，跑掉？没有。这马冲上去还没地方去了，这还没地方吃了，可以走到这里采菊了吗？你看这是个好吃的。哎，一枪两散了，得打回来。那好吃吗？打回来我去，哎，冲个嘴也行啊。你就过来，一句，将军，下，来升军，下马，行，你吃马，好，看看怎么办，好。将军，你是飞象飞左象？哎呀，我才选择着呢，完全是个飞象。回来，是不是？算你跑得快，要不然小子就等了半天了，就没机会。对，没机会也是个机会。干嘛？一句又上不去了，又上不去了，不进则退。会有代价的，你看有没有代价？我的一后台，关键是后台怕你吗？是吗？嗯。出炮。要。出上。打狙。还不打马，还打的狙啊？那肯定的，个马有啥价值？我那炮，我轻发，一发就发一个大狙啊！小卒都不会吃小卒的。啥东西啊？哎呦！炸的象也吃我的足，嗯，冲进去，这还给你试掉？不敢试啊，没有白吃的午餐啊。你试掉咋办？你能怎么样？掉，直接杀了，等于对你的兵，那就枪杀，就这个意思。一将你出来，我就干嘛后炮？绝了！
这又失算了，咋一个局啊？你吃的好，趁机上相，像你的马。哦，你不说是我还说吃炮着，那就上。那就把他推回来。过来。上马。喂。上去。脱下来，对对对，快！上，好，好。你放当头，我就杀你！哎呀，我这这么厉害嘛能？让你杀嘛，单刀赴会，趁中孝，那我就趁机跑。你上，趁回来，杀回去啊。嗯。来，你以为白杀了？没有，我知道你趁的。知道就好。那就对齐啊。嗯。你赶你的马，马赶着。哎，我也有马，上！哎呀，爽！杀了个比你爽啊！嗯，看，真可以，是不是？快，我还能什么？呀，嗯，那就快，那行，这还结束，咱们就开始。精彩的上，对，嗯，把自己的搞好就行了。哎，一姑娘三对的情况下，一点就不累。而且，时间过得非常快。进，快，疲倦，上，进去，进。能干啥？哦，这就叫叫啥？那就赶紧跑！你一将成我这个相，送给你不要了。抽象就抽象，能怎么样？哎呀，还十分雅韵。虽然肚子没没水了，剩脸皮，都是个父母还学的。没钱，在你的胸掏钱。就是，来，心指着谁呀、啊？哈哈，进，回去、啊。黑大象，上。我现在直播间说什么话了？没有听清。感谢老铁啊！我们现在下次看不得公屏，我们过会儿再看。有什么留言的，你直说的话就尽情的说吧。罗莎，罗莎很是雷了。回去。进。打。进。才举好旗。操盘我不了，别跑，下棋一将，来，开上，我也不跑了，来，杀我相就杀去了，没要了，打死局啊，一边看一边打，喂，平局过来，你上。
会叫。定。回来。去。敢踩我就敢上。那你杀不上，杀你这是你的想法嘛？叫。是不是一跟上吃死了，是不是就回来？你这个狠，还有这个打算，还有那个实际行动，还有个肯定，你只能那样做。一回，我的这后勤工作做得特别好啊！不做好了没计啊！我抽屉一降，你就咋办啊？我又不是，我出来。出来干啥来了？我去。下。江中。出来。至少不吃了吧？杀大象。好，会，不可能让你吃的，退下来。有问题，这日将还，石像丢了，就上保家卫国。你保去吧，我收拾。是是。不是。进。停号，吃掉，吃掉，吃掉。大绝，进。新绝。怎么就走？上马。快回来！小福吃了。小福吃了，那就那个马干啥了？站下来，站的站他一会儿，坐的、啊、坐的坐的屁股疼。干嘛？踩双，见一个踩一个。哎呦，这下子踩的可溜了啊！将军啊，要这一将是不是有问题了？我上个射你给吃掉进来，这还有个射，射不射不吃不吃，那些没办法，你就吃吧，吃吧，炸。上去，吃这个概念，好客气。嗯，客气，你什么时间客气过？这一讲呢，你敢怎么走啊你？你看，个象都不吃了。进来。这个马子给吃了，咋办？那就撤局，穷和看证。进局啊！先局牌嘛。回去、啊。退将。大象得给杀了。回。退象。撤。将军。强行退局啊！嗯。怎么的？单马空降，没劲了你。单马空不了降，还有个事啊。吃了。